虎和追应圈，顾名思义就是将虎爪的威猛与鹤嘴的灵敏相结合，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。铁线拳着重运气，要做到气沉丹田，以气推力，才能耳听八方，眼观六路，一击即中。毛巾是我们蔡李法拳里面独有的武功拳法，退手可避，可攻可守，灵活多变，杀伤力十足。抗日大刀法要求双手握刀结合，蔡李法步伐务求快狠准，达到一刀制敌。运手最能体现出太极拳的圆和优美，气定神闲之态，形似搏兔之谷，身似暴鼠之猫。木人桩是练习咏春痴手手法之一，是手法过硬的入门器械。练习木人桩需要用旋转卸力的手法，才能学会高深的搏击技法。